大家好，我是新鸿，我今日要做的专案是台语随声伫掌控，然后这是一个甲语音学生开放合作有关系的专案。然后首先咱就来讨论语音学生是啥物。啊，语音学生可能有人无听过，不过咱看也一个笑话。但是真正咱伫网络电脑顶顶看到这篇文章，有一个人问我，他们这要怎念？然后第二个人讲，我记得广告念这，然后第三个讲，不是啦，念安尼才对啦。然后想要一个人回答拢念安尼呢，不过大家看到这文章看了了，实际上嘛是不知伊到底安怎念，所以，爱台语是一个台语的词典。那今日有人伫遮问宝可梦的台语安怎讲，那有人讲，嘿，伊提供一个讲法，他说抱几毛，反正唔对啊，所以才不知伊到底是要安怎念，所以好。好，你刚才，阮这网站有做一个语音学生服务，就是讲，需要才提供，咱就当讲互伊听。好听哦。需要才知道，哦，伊是原本想要讲啥。啊，除了台语以外，阮嘛有做网站。嘛有啦，海甲古伊苏安那。然后甲客话。海甲丘哈勒天数。然后我做这个专案目的就是。认同感就是讲，我大家知影，我的母语遮香，遮实惊，原来电脑嘛会当讲，然后，所以就是，但是大家有想到啥物事，想下当做一寡学习工具，还是做一寡讨论，啊，因为我想讲，这技术就是遮较无伫开，无开放，所以我希望把这技术开放出来，然后大家想要做啥就做啥，做 APP 做工具，还是做啥物书店网站拢会使。所以阮这个专案需要的人就是，比如你可能想着有啥想法，会当来做，就是你学语言的时阵，可能拄着一寡问题，有啥物好的解析 APP， 大家来斗想，然后工程师会当来斗做，当然专做你有语言和背景的人会当帮忙写一寡语音规则，因为实在是足侪语言要做的，所以需要大家来斗相共做。啊，专做你若是工程师，你若做好一个 APP， 只要二十几个语言都会当用。所以功德无量，对。啊，后下骹就是当地迄个派讨论，然后大家有兴趣咱来遮看，多谢大家。多谢啊。